天气方面，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，今晚大致多云，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，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。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，下个礼拜中后期大致天晴同干燥，风势扩大。而家26度，相对湿度60%，紫外线指数2，强度低。转头有中华雷影。